没有掉落物，吧？没有石头，所以打。中午上去踹一次不就有掉落物了？没有啊，那是轻武。哦，所以是轻武才有。轻武器才有。中午好像是轻武哎，我上去看看。可是上去是按键盘。我会用键盘，不要我。哎、欸，看，我忘记，我没有回家球了。没有、欸，是造成伤害。没有，没有，没有掉东西。哇，只能靠他是不是。动物不会掉东西。那我回去了。好吧，就把他靠到有东西回去。我回去拿。好啊。我没有回家球了。有没有线上商城啊？线上厨师回家球，我需要个回家球啊！需要用一个天敌换。哦，这么贵的吗？而且他现在还是黄脸呢、欸！天啊，黄眼啊，拍谁？啊，人在哪里啊？这里啊。不是，他在我这。他在落石前啊。没有啊，在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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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敲烟，敲一下，啊碎啦，撞下去，啊碎啦。下哦，现在才给。落花，落花，落花。好嘞，不需要撞了，我可以开心射他的脸了。快进这里！啊，他吹了！快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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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他死了。没有，他要打了、啊，不是吗？他被失衡了。哦，你们好棒哦！有开麦就是不一样。我操！真的啊，有的沟通比较好啊。不知道为什么 low 啊，斗争都只打那一战，不内战啊，跟自己的人打。对啊，有边聊边玩比较好玩。哇，就像我打 low 的时候，打 NG 一定要五个人都自己人，不然我不打。没错，我也是。我 AR 也是啊 ，AR 还稍微可以，可是 NG 我完全不行。我只有下棋的时候会自己下，我其他都要不自己。好啊，我在哪里？混得好。这可不是一点两点的。哦。失衡。欸、其实我那时候是想说，他的背部看起来很像什么？超像顾拉多的哎、欸。有吗？尾巴很扁很长啊。也是啊，如果颜色改一下，就很像、啊。原始哎，顾、欸、拉多色尾是这个颜色啊。顾拉多色尾是黄的呢。对不起，我只对色尾的控制比较熟。黑的啊，黑金。插土机，差点看不到你的脸，看到了。啊！你的脸有点漂亮，我来刮花一下。啊！我下来了，再一下。你的脸有点白，哇！脸上长满痘痘，我要让你长得跟我一样。啊！啊！
撞我，靠背！你不要讲这种话好吗？我想要。你不要讲这种话好吗？你说格挡吗？挡掉然后回答。反击。那石头的野。哇，我被好像有飞爪啊，飞行飞翔爪。就是被打到之后会一些。哎呦！哎，我想要全弹发射你的脸呐！ 你是给的、啊，快了啦！嗯，好棒！哇，这个位置上，你要管的吗？这个关上去超赞的！哇，哎、欸，这跟我睡觉一样啊！ 他在找找那种比较好睡的地方，这边滚一滚，发现不对，他另外边滚。我现在这么早晕，把他晕完了，他破的时候不就不好晕了？那是他们两个的问题，不是我。对，果然。好，回家喽。回家。哥，我没回家哟，我竟然忘记放。你可以在我后面。你说的哦。哈哈哈。你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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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 可以。哎、欸，他射你！就叫你站我后面吧。<笑>你少嘴了，在你后面一样会死好吗？不会，我现在扛下来了。好，你说的哦。之前是防御力跟……你说到，你说到，你说到，死掉是你的问题了。死掉算你的哦。没有啊，这边还有一个啊。 啊，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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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样乱扫真的是，哎、欸、哎、欸，我晕了，大毅力也没了，好亏哦。不要抓我！哎，站太近了。大招！哇，你扛住了。我下来了。哎，第一波，第一波。 扛不了两次啊，除非有人帮我补血。我这也扛不了两次。嘿，不要抓我啊，不好抓了，我波什么都不好吃了。蛮好吃的。哼，左边可以吗？哦啊，被卡住了。这个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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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连。你来下马子。 来，把它张开。啊！把它卡在翅膀里。哎，可以了吗？可以了，有机会吗？有机会吗？不！不！这就是机会，快快快！不要！让我！让我！几百两！哎，好像没事，没事没事，过去走过去，太过去了啦！没关系，最好最好最好。没有啦，太远了。 这种会啊，就没了，没了，没，我没有石头，没石头了。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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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晕了。哎呀，刚好这个好了。他是不是对那个墙不开心啊？哇，落石爆了！哎、欸，没有、欸，没有哎、欸，我们要守护那个最后一根落石。不，不要啊，阿边！完蛋了，你这几百人。没有，没有，没爆、啊。一样。爆了。我就是想冒他，我就是想冒他。不是啊。哎、欸，没有、啊。我们那个还没啊。我没爆啊，我没有啊。我的天！我在注意看落石，没看到他转。我刚啊！
这位置啊！击败了，这一次真的爆了，真的是击败了。哎，不是这个方向，我死掉了！土豆，对，是能量又射了又射了又射的吗？ 哎妈！拍死啦！没礼貌！拍死啦！拍死啦！拍死啦！我在空中被踹下来。没礼貌！没礼貌！哦，我的天！你的肝？完了！好，感受到了。我要捶他尿尿的地方。 是啦，不要找我尿尿啊！不要找我尿尿！他不喜欢他尿的地方，快点！我们来打他尿尿的地方，快点！你是打他手吗？会失衡吗？哦，开大了！哇，鲨鱼！我的回归球呢？没有球。 该打就是要回家补弹药啊！对呀，没回归，我太早冲出来，应该不该理你们的。<笑>他是喷我，他是喷我，基本是喷，哦，不是喷我，喷我啊，喷我！七八龙是不是喷你？哎，你先不要，他喷中间哦。好了，可以了，可以下来，可以下来。我来了。哎，他要喷中间了。喷哦。 哦，好，没事。是有这么鸡掰，我从旁边来的。啊，这才是真的，喷了，喷了，喷了。哎，打他脚脚有用哎。哎，你们打，我赶不到。没关系。这个位置。 全力输出他的！哎呀，好没事，头壳掉了吗？还没哈，还没，还早得很。哎哎哎哎，尿尿！哎，我靠，在这个角度太大了！哎，掉！掉！ 哎哎哎哎！不要！我只是八个。哎，都乱撞啊！反正我现在不用重新测你的脸了。不要！好，没事，我很好，我很棒。 太大了、哦，不要！好，没事，很棒。打你小脚脚。啊，他不想打，打他小脚脚了。不是他打不打我啊？打我啊！好。打你尿尿的地方。哦，死了。哇，他那个地方弱一点。剑客。剑客。 哇，舒服哦！连续两颗咸鱼，不，这个咸鱼，我都没有。
安安呢、啊？对啊，找罪教师是啊。啊，这话题有点久，不好意思。这还是巨魔之地的话题吧？没有啊，是刚刚。刚刚第二场的对对对第一阶段的时候的话题他趴下去然后又起来又趴下去击败了击败了哎杰超你那边有调查师力战的爆锤吗就跟你讲说那个是魔啊巨魔之地的哈，可是我的调查里面有一些是力战的，我想说会有吗？哼，实验课，我没有拿到仙玉令，还有一场啊，不是吗？有吗？那个啊，有啊，有啊，土拨鼠有啊，我这边有泥鱼龙的那个力战，你说力战啊，壁毒龙的力战、欸所以应该会有力战的吧。对啊，今天阿米狗假日，所以可以来看看呱呱台，可以听听就好了。我有两次哎、欸，拜托需要你们的挂台。你又有两次了。对啊，你打完之后还有一次。因为大师有在这里。来，继续打，打到有咸鱼为止。前提是不要猫车，就像我一样。来，我没有猫过啊，我没有。啊？等一下，欸、你是一个说没有猫过？没有，没有，我没有。哇，他叫爱蹦爱吃鬼。音乐大师，没有啊，他是爱吃鬼三代啊，家族遗传，家族遗传的，虽然我不知道前两代是谁，可是我知道他是三代。他爸爸、他爷爷是谁？他从游戏里面也没讲清楚，感觉是那个音乐大师一直找那个，不可能吧？他爷爷还活着、欸，还活着吗？对啊，他还活着，多希望人家死啊！我怎么知道他活着不活着？人家是精哎、欸，没有，你还记得吗？他爷爷在他出发新大陆的时候交给他那个，就他、啊、那个石头死的时候，你忘记了吗？你说从龙身上扒下来那个吗？对啊，违禁品啊，不能乱带东西回家啊！你开了 ，Hello， 你是不是想做人家爷爷死了？你是不是想？骗人家，爷爷没有啦，就不敢讲这种话哈。哎、欸，等一下，我东西好多，我删一下。哎、欸，等一下，是不是有人是高级餐券、啊？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哦，就这样，我全都是黄色的。什么叫全都是黄色？就是本来就像你吃餐券，它有些框框也是白色的。啊，现在的话就是全都黄，然后血量和体力一定都是五十五十。哦，原来是这样子而已哦，我还以为他多厉害耶，其实还蛮厉害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其实蛮厉害的，你知道吗？没有，就是吃个病药就可以解决的事。哇，全金哦。对啊，而且鞋上都是帮你弄好的。可恶，跟我猜的不一样。要不要来一个招财猫的鞋？哇，好像跟我想的也不一样。我要吃个，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把你以为高级餐具有什么吗？血量加到100啊！哇哇、wow 那个不叫高级，那个就不体力，那叫外挂餐具，体力餐才有吧？特级餐券，特级厨师组，那可能要体力。那么我挂完台玩模型喽，好，感谢感谢感谢。这张图都是什么？啊！更换道具，剁死他！要记得拿回归去啊！好，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收回去。我也拿了，我也拿了。反正等一下就是等我进去帐篷，我不能急了。好嘛，来，时间还多的是。话说今天浅浅依然回荡，他很吵啊！但是他的生活唯一乐趣，不要这样。不过因为这样子，薯条就不会无聊了，一直有声音陪他，他很开心。我一个，交给你啊。好了，
温泉。哦，快要碰到转身。哎、欸，他刚好在这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啊，飞起来，飞起来，飞起来，很挤，很挤。飞下来，飞下来，飞下来。这里。怎么可爱呀、啊？他直接埋头。他一直往前走了，我以为我看起来卡 bug 了。我以为我断了。我在哪里？爆了爆！墙壁里面。不是，我在找我的位置，刚刚看不太到。如果在肩膀上，我会哭。哎、欸，没，又没有。你们等一下要来捡一下哦。有没有听到？有。去捡啊，去捡啊！有机会一次中第二次。来不及。你看，还是黄眼。还他还在靠墙壁哦，没事。对啊，我先洗个瓶子嘛，还是黄眼啊 ？HTT 来这边，这边 HTT， 我没有啊，我没有啊。他是要转那边吗？都没有吗？我没有，我刚刚捡地板上掉的。哇！我来了，我来了。回个球。好了，人在哪里？他还在附近。哎、欸，你不要乱转、欸！完了，你要转哦。那是不，那是那个不会不会的转了、啊。撞起、欸！有了有了。有没有？哎、欸、哎，掉、欸、掉了。一定要第二下才那么多吗？这个地下不会很恐怖的。换姿势睡觉咯，他跟我讲第二次的时候超多，什么东西第二次超多，就是他中枪第二次之后的掉落物啊，对啊，哎，炸到了！我直接从他的前脚被炸到后那个，敲到后脚。跪地啊！跪地求饶！啊，就像这样。他想睡了。哇，双刀如果打这个也很爽哎、欸，如果躺下来的话。哇，感觉都超爽。这还不爆？爆来了，掉下来了。喂！老鹰飞起，你说的在你后面啊、哦！来了，我刚在磨刀。哎，大哥，还是飞出去了。哎、欸哦，不，现在不太妙。这怎么不太妙？讲什么话呢？很不妙，实话嘞。我还以为是很不妙哎、欸。
扛到歪头啊！哎，真的不妙，真的不妙！你不要趁我看陷阱偷打我！抓回！哦，棒棒！想打一装呢？大师叫，我是不是来不及给他一发了？对，我来不及了。哦，差一点点。恐怖。下来。咬你。他是不是要对？小鱼的，现在可不可以直接打发过去，然后撞那个气？不可能啊，太远了啦。哎，好像可以哦。啊，我对不起了。没关系。哇，完全不对！剧本不是这样子写的。我救他、啊。没石头，没石头。哎呀，爆掉了，还砸到我。啊！晕了，拜托不要对我开大。好，装不住。啊！完了！没事，每次都这样子，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每次都要挥下去的时候才开这招。他都算过的。哦，这时候才玩这边，可恶！他也是算过的。嗯。他要下线了。精算师呢？猎人精算师。小鱼呢？哇，这边发比特甲伤太多了。骂他了，好，我应该还要再讲。骂他骂他，对，还有一个，我要慢慢装进来。哎，还有没有啊？还是要多坑很多的，麻的啦。这只是什么？这只是伪王。这个版本是版的伪王，主线伪王。哦，爆雷！问这个问题，谁爆雷啊？这已经多久了啊？一年多了、欸。没有啊、哦，爆雷，是一年多没错哦。没有啊，没有啦，半年啦、啊欸。你的时光那个都太快啊！这个呢？这只呢？电视呢？电视没一年啦、啊，太快了。一年哦，冰原一年哦，冰原。冰原还没一年哦，半年而已吧，不到半年吧，还是半年而已。不到半年呐、啊。对啊。哦。那时候是九月才有那个的呢，冰原呢。先别管九月了，我好像过不去。先不管九月了，先回归球吧。回归球啊，回归球，回归球。不要，我过来了，我不想。哎、欸，你是不是很爱耍我啊？妈，真心换绝情。
啊，我不想，我就喜欢。就喜欢耍我嘛。哎、欸，可以飞喽！哎、欸，没关系，你们要飞再讲，我们再帮你们看。哎、欸，他后面就是一道墙哎、欸，还是一道光？不是一道墙啊，靠！别落那个是一道墙，一个陷阱啊！还是一道光？看我在干嘛、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五十枚喵，没了，五十枚喵。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没有，我不想要这个未来，都然后就直接去了。不对啊！这个沙迪是怎么回事？一直跟在我后面，会追啊，会追啊，会追你，会追啊！是，他是追着我，所以你会中奖。他本来是追我的，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哎、欸，不是，哎、欸，好像还不是在后面吧？是要转头没有？好狂撞哎、欸！我要当原野逛街大师。哎、欸，掉了掉了掉了！掉了吗？掉了掉了掉了！哎、欸，可以乱射了，射哪里都没差了。哎、欸、靠，没四次。反正固定伤害五十多，我好像会死、欸。哇，那你没了！哦，真的死了，真的死了！魔力被激光，啊！奇幻得意言，啊！原来是别人的眼光。妈，大锤的飞翔爪跟磊鑫的 Q2 一样哎、欸！哎、欸、我在沙子里呀、啊，水啦！有第三个人也要走了，水啦都不要拿。没事没事没事，我大毅力住了，还好我是大毅力，真的是还好你有大毅力。哇哇哇哇！晕了晕了晕了，没事没事，大家输出输出。好好好，我先挖，安全起见。我觉得那个不安全呐、啊，那个是啊。好了，你看，就说安全吧。还想要混呐、啊？我是相信你们的输出，并没有。我的队友如此的炸，我怎么可能不挖呢？掉了雾，来哦、啊，可以不用打了，好爽。哼，我要挖他的心脏。献出你心脏？我挖他难道的地方嘞？你确定他的心脏在这边吗？好，那我挖手，挖手，挖手，搞到手有。挖他难道的地方。好好好好。都挖都挖都可以挖。哎、欸，我看到掉落物了，在哪裡、啊？哎、欸，没有没有地方哦，有显玉，空的哇！啊，原来是结石，尿结石。哎、欸、啊，有有有，最后一个有挖到。你的显玉了，还想要换地方啊？有换到换。看来他那边结石有点多、啊。哎、欸，又一个显玉，谢谢，凑一对了。真的结石有点多、啊。我接送画面好棒哦、嗯！我接送画面也在通道啊，我接送画面看着，你知道我的截图上面是左边有一个人在挖吗？有啊，你看我的截图啊，赞！我这个手举高高哎、欸，真的假的？高啊！你可以截个图吗？我 po 你那边呢、啊？我看一下哦。我 po 了，白痴哎、欸，要不要等？要有没有爆锤龙啊？我想打爆锤。打哈。我看爆锤。我不是，我看那个杰超这边射他脸，然后就叫他在旁边挖。好爽哦！你看吗？一个差距有没有？你看我，你看我的节奏画面。
我们两个人在射他脸，旁边就一个人在那边挖。爆锤！你不是还少一个人在家里？我其实是在磨、啊，我其实是在磨刀啦。一次力竭倒下，好、哦。在磨你的宝玉吗？对，我在把他，我在把他眼壳磨成咸玉啊。把他紫眼壳磨成咸玉吗？没错。看的话呢？我接了。好。打谁啊？不能死哦。倒车啊。你怎么都派给我们这么难的任务？你怎么不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么难的任务给我？倒车啊，我还是拿重武去跟他靠好。怕爆。还想拿他一刀啊？对哦。爆锤的话会不想拿了。风火轮呢、欸？怕。会对对啊，就是会风火轮啊，所以我不想拿太刀了。拿了一次起，怕爆。哎、欸，啊，这把重弩要配什么零件？重化？没有，就盾牌，盾牌就随便啊。盾牌，我是四个盾牌配，三个盾牌配一个盾化，再加一个狙击龙弹。一个盾像怎样都可以。我是配三个盾，加一个盾化，再加一个龙盾。三个盾，然后一个什么？盾化。盾化？哪里有盾化？重化吧，还是盾化？忘记了。哦，重化。弹丸重化零件。对啊。然后一个狙击龙弹啊。对啊，改造啊。啊其实那两个除了重化之外，你随便都可以，随便你改啊。我都找不到爆锤了，重化都删光光了。重化有时候你也可以标啊。像我拿着狙击金在射，我就改强化，不然那个速度太慢了。这样子远远的把他们狙击拿掉，狙击会下伤害真的。核桃提高晕眩值，我还是喜欢晕眩值。对啊，对了，反正我就把当狙击枪在玩。那这样这套装要怎么配啊？龙三三件，炮其他随意。我的装备是这样，要这样的，一个手套啊，铸铁、啊，有斩手腕呢、啊。昏厥耐心，阿法，哎，对啊，你也是六斩手啊，对，然后是不是看 Sky 啊？对，没错，不行看吗？啊，是不行看吗？你贴配没有啊？我也是用六斩手啊。等一下，我贴哦，我贴，我用装备一下贴一下。啊，我的脚要打算换成重锤，爆锤龙那一个。有、啊、我的六斩手本来就有做，那个六斩手还蛮棒的。对啊，他动数超多的，动超赞的啊！昏厥耐心，有了，贴了。我看，铸铁头、身体跟腰，王爪是残爪吗？还是残爪的？啊，那个你可以换成爆锤了。胸爪，你可以换成爆锤，因为它有防心二。防心二，防心二。防御性能的，我是爆锤不够，我就大马士革钢了，也有防性二啊。因为刚好动数一样啊，所以我就用凶爪代替啊，所以我现在就要打爆锤。好，来打爆锤啊！走，不能死对我来说好像有点难、欸。还敢讲啊？你不是很强？等一下，我发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这些装备完全没有强化。我也都没强化哎、欸。难怪那么痛嘛。嗯？还是有差一些的。我在穿猛龙装欸。我操！是啊。真的啊。猛牛好用欸。这很好用。猛牛。猛牛。啊，如果你的那个龙三龙的那个三件套啊。有挖矿就会有、啊，有去巨魔挖矿就会有。那我一定要挖，因为我那个要去那个啊，巨魔去挖。一个是森林，三个地带都要挖了。龙结晶之地随便拿，这里没有龙结晶。没龙结晶啊？为什么你的巨魔有龙结晶？你 是怪怪的。没有，我是说你们的地图。